然后它里面的霸王看起来的肉很扎实，哎，我们吃吃看。它那个比啊，吃进去超明显，你就会马上知道那种鲜味来的。这十二块很值得啊。本节目为归仁区公所广告。回到台南吃货市场，我跟说，因为冬瓜帮的老板娘跟我介绍归仁市场里面有多好吃，多好吃，所以呢，我就跑来这边来逛，欸，很痛苦哎，早上起床对我来说，对我们这种半夜在工作的创作者来说，超级痛苦。好了，那我们第一间就吃这间，对于归仁市场的，在这边。相当好找啊，也不用说我们看过了，再来问一下大家都知道。然后据说啊，这间已经卖了20-30年了，我们就来看这间霸王到底好不好吃，好不好 ？Let's go。米粉对不对？然后隔壁啊就是卖霸王。哎，老板娘，我们这边霸王卖多久了？然后10几年，这间较少年，然后米粉是5-60年，隔壁是20几年，然后它一颗霸王是12块，应该是有经过微涨，然后它里面的霸王看起来的肉很扎实，哎，我们吃吃看。这味道是什么？哎，老板，可以方便问一下，你们这个酱是有用虾壳还是柴鱼去煮？柴鱼。哦，难怪那么鲜呢，要是我，它这个酱喝起来像汤的感觉。哎，等一下吃一颗，还真的很好吃，好吃。它那个比啊，吃进去超明显，你就会马上知道那种鲜味的感觉。这十二块很值得啊。哇，好喝。那这是它的四神汤，它这个卖30块，可是它的料很多哎，来喝一下。汤汁处理的蛮干净的，它是带有嚼劲，但不会让你很难咀嚼的那种。哎，不错哎，而且它的汤味道超足，就哎，怎么好像来市场就是吃早餐就50-60块都会吃得很满足。好，那我们待会马上吃一次再做个总结吧，走。那我们吃完了，老实说啊，这些霸王如果开在我家附近，我一定会每一周都吃过一次。它的酱啊，好像在喝汤一样。我有一次看到那个综艺节目里面，宪哥说，就直接跟那个老板讲说，哎，你们现在那个酱没有用虾壳在煮，那这间可以让你吃到就是真正用柴鱼还有虾壳去煮出来的酱，非常非常的鲜。连片师摄影师本身就蛮爱吃的，你有吃到对不对？好吃，真的好吃，大家可以来吃，一颗才12块，但它地标就要买3颗。那四神汤处理的就算中规中矩，至少没有腥味。好啦，最后如果前面既然在订阅加分享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那我们推荐的霸王跟四神汤吗？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好不好？那我们每周二都是晚上8点，晚上8点，拜拜。